好啊，有好多好嘢买，佢有地做，系咪真噶？做好事都可以去十年度，玩到故事借入落三步。成功高贵运高香华行人路，计骨数啊步一步，青年去十铺。好啊，讲古老讲新歌，今日电台做啊，系听不到啊走咗步，听日要新歌。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为歌可人闹市慢慢步，慢慢步，主管古国里藏天光去，天光去，落先大来岁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哋用掌声欢迎我哋今日两位嘉宾嘅，首先系 Hello 林晓波，大家好，大家好 ，and 顶系胡向真小珍珠，耶金吉。再要多谢我哋现场嘅千千万万嘅观众啦，同埋电视机旁边一路喺度捧我哋呢个越讲越掂场嘅朋友。谢谢。有啲咩靓问题，即管同我哋节目组联系，点样联系呢位啊？有微博啦，有微信啦，可以看我们以下的这个官方合作的网站，都可以跟我们进行视频互动，欢迎大家。就咁话啦，多谢。有请两位入座，谢谢。上座，大家请。讲到我嘅特点咧，就系好嗲噶，好甜噶。是啊、哦、你看看我哋广州讲广州话都未算是好听啊、哦、香港女孩子讲香港话硬犀利。可不可以请我哋嘅小峰哥哥俾我示范下。喂先生你好。你是不是林生？是啊。林生你好，我哋想阻你几分钟时间，可不可以做一个电话访问呢？讲啊。林生恭喜晒你，你已经成为我哋呢个信用卡嘅尊贵会员嘅申请者啦。咁啊点啊？我几时申请噶？系啊，即系氹我落闸嗰阵时就温柔嘅。你而家试下先。喂，咚收线，咁样违法实收线啦、啊。啊，等等先。你嗰个位置有啲问题啊！我头先喂，咁样好快收嘅。你头先咧嗰个有少少韵味嘅。喂，好。如果我系我太太，一听到个电话，梗系收线啦、啊。好好，等等先，得、啊。喂，系，系咪峰哥啊？冇人会打电话去直接嗌峰哥㗎。有老婆㗎。如果我应你我咪出事。咪你个老婆应该喺度听下。即刻奶嘢呀。好啦，我哋慢慢再学呢、這个。好多谢老师。总之我想强调一样呢，就广东话有无穷嘅韵味啦。咁从而家开始，我开始讲緊啲有啲文味嘅广东话得唔得呢？我哋不如呢就马上请出我哋今晚嘅四位参赛者变嘅第一位。阿鹏你唔好啦，阿鹏唔好啊，求下你啦。你好像被人打了啲雌性荷爾蒙入去。好，我哋馬上睇下今日四位參賽者表現，睇下佢表現啊，係咁啊。哇！哇！哇！嗰啲靚女幾開心啊！你好，你好，靓女，你叫咩名字？我叫田千里。呢个名字正啊，田千里喺佢口边讲出嚟，变成系我叫做甜亲你啊。好啦，三个挑战开始，嚟啦，三、二、一 ，OK。哎哟，阿千里食到乜嘢？好好食啊，好好食啊。咩啊？年糕，年糕，系年糕。地道講法，我估係佢都講唔出。嚴格講咧，佢豆沙哥，但唔怪佢啊。睇到乜嘢？好似咩都冇睇到，乜都睇唔到。係啊，佢時運高睇唔到啊！呢啲我哋玩撇牌唔用噶嘛。摸到乜嘢？好似貓貓咪貓貓咪貓咪。哦，有毛嘅。好遊遠啊！好遊好遊遠，好遠熟。好睇下系咪猫咪？系咩嚟嘅？唔系猫咪嚟噶。好得意啊！好，唔该晒两位，唔该晒，唔该晒。多谢。打分。好啦，几分？千到千五。鼓励你啦，千三分啦。多谢晒，一千三百分。今日带啲咩朋友嚟玩？系高巴岛嘅老柴。老柴，搵个老柴嚟做帮手，点搞啊？我老柴。对对对，好啦。多謝佢三位啊，千里，你而家揸住嘅係佢哋打出嚟嘅1300分嘅底分，咁我馬上進行第一個環節啦，就係呢個答得快好世界。第一關答得快好世界，每位選手喺30秒時間入邊作答，會答到一題得100分，答錯唔扣分。3、2、1開始，炒魷魚，開除，
对，雀仔，雀仔，雀仔啊！截住，咩啊？截住，错，面珠灯，唔识就过啦。啊，过，无端白事，过，唔觉意，不可以，错，打冷震，很冷，当你对开片。开篇，好啦，两百分。我总结一下先啦，雀仔咧叫做小鸟，麻雀，雀仔，小鸟，雀仔，小鸟，雀仔，有只雀仔跌落水，跌落水，啊，冇错啦，小鸟 ，OK， 跟住咧面珠灯咧就即系呢个啦，厚脸皮，脸蛋，哦，脸蛋，面珠灯。通常咧，我哋形容小朋友居多，即系小朋友个面珠灯好玩，就搣啊，俾大人搣啊，就好得意嘅面珠灯啊！系面珠灯，无端白事咧叫做平白无故，无端端的平白无故叫无端白事，唔觉意咧就不经意，不经意哦，无故意，唔觉意，唔觉。最后一个咧叫做开片，开片呢个词都几难解释嘅。系诶，如果开片咧就系，譬如话嗌交咁样。都是我两个人，我开你片的，咁啊，即系同佢嗌交啊，咁样。哦，明白晒。两题加上之前的1300，现在分数是1500分。谢谢。我哋马上睇第二位选手嘅呢支啊，睇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崔文慧，是广东卫视午间新闻的主播。我来广东有10年的时间了，我来自黑龙江。聚焦时事热点，锁定午间新闻，欢迎收看广东卫视午间新闻，我是崔文慧。我大一的时候来到广州，然后我的两个室友就还广遭养，给我造成了一个很好的语言环境。但是呢，听懂很简单，但说起来啊，就真的是太难了。高好，高好，嗯，哦，好难。后来在开学2个月之后呢，会突然发现，其实，广州话跟普通话是有共通之处的，比如说森门局播和新闻主播，我觉得就是变了一个调，这么简单。来参加与广与丁这个节目呢，其实我压力还是很大的，但是我还是希望，可以多啲学习广州话，大家俾啲心心俾我，好唔好啊？小天后啊，我叫崔文慧，是广东卫视午间新闻主播，大家好。讲得太标准就不好玩了，是咩？他其实朝鲜族，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用朝鲜族的话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OK， 안녕하세요，저는广东TV BS 아나운서최문혜라고합니다。안녕하세요。我觉得你说粤语好听多了。三个挑战喎，准备好未啊？嚟啦，3、2、1。三二一，你好，食到啲乜嘢？沙琪玛，沙琪玛系沙琪沙琪玛。哇，你连沙琪玛都识喎？知噶，买过，买过啦，买过。好，摸到乜嘢？好像是锁匙。睇咗啲乜嘢？鞭炮，是不是这么叫的？鞭炮仗，炮仗，对。边一种叫湿水炮仗？点极都唔响。好啦，三样全部过关吓，多谢晒。评委老师俾几多分咧？我几满意喎呢个，我梗系俾满分啦，千五分。OK， 再嚟啦，睇下你今晚带咗啲咩亲戚朋友啊？睇珠江频道嘅观众都识佢哋嘅，珠江新闻眼主播李青山、林丹、都是我们边，林边也是主播，还有我们的著名造型师 Andy， 欢迎。继续落嚟系特得快。好世界了喎！准备30秒计时，现在开始。第一个，买飞，买票，啱。肚屙，闹肚子，啱。火水，火水过。咁高咁大，差不多那么大，啱。收档，收工，档你啱。毒食，毒食，毒吞，啱。米制。不要做，不要做。当你啱，乌蝇、苍蝇，啱。哇！
七集七百分。不过不过啱先有一个系值得商榷嘅，你话肚屙。佢系话闹肚子，闹肚子，其实应该是拉肚子。我们北方会叫闹肚子，北方人嗰种闹肚子，对，系出唔出嘅？要要去的，要去好多次的。哦，唯一一个值得要介绍俾佢嘅咧，就头先我提到一个词叫做火水。未听过。点解又有火又有水咧？咁其实火水咧就叫做系煤油。没有，煤油灯点的没有火水灯。好了，今天分数是2200分。恭喜大！好的，那么接下来看看第三位，又是何方神圣？大家好，我是康乃，依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。我来广东工作和生活11年了，但是我的粤语一直是麻麻的。从真一生的追求。我的很多朋友就在说，康毅，你的声音条件那么好，如果能够把粤语讲好的话，对于广大观众来说又多了一种享受。认路，我觉得是我练粤语的很好的一个方法。一直往前走呢，就是我们的天吼雷高，风中雷高。其实我讲广州话挺搞笑的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在生活当中，惨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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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饶了我吧。与广语定这个节目呢，可以让我的粤语进步，所以我来了。在山里问何日报，有没有想过再学埋我们广东的地方戏粤剧呢？粤剧迷离之啊，以电音心奇树伤，以电音心奇树生，奇树万果咩花王？影花王，影花王，明珠万火影花凤，得唱。如此断肠花烛夜。如此断肠花烛夜，独独唱。不须外父外母伴新房，不须外父外母伴新房。耶！我真系唔知而家除咗啲咩黑猪、土猪多只花猪。个老婆靓，所以叫花猪。昵称嚟嘅。好嘢，俾啲掌声鼓励下你。都唔错啦。其实呢，康毅对我们广东卫视的频道声。被誉为最美的岭南第一声，当然啦。今天呢，其实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现一下，这样好不好？用一段你平时工作的状态说一段介绍，要感觉是多少？50000人的场是吧？50000人的体育场。OK， 大家屏住呼吸。越讲越电，现在开始。哇！有请我们的主持人吴霞、彭 Sir 隆重登场。哇！哦，好啦，好好听。嗱，你啱先讲嗰时咧，我喺眯埋对眼嘅，一个男神咧就出现喺我脑海入边。你唔好俾粤语毁啊你啊，你嚟。粤广粤电，依家开始，有请无暇捧 Sir 隆重登场。好啦，三绝挑战，有请。三、二、一。OK， 食咗啲乜嘢啊？方糖，方糖系啱啦。摸到乜嘢？圆圆地，真系唔知。软淋淋呢个系咩啊？软淋淋砂糖，砂啫嘛，边有糖啊？砂砂嚟啫嘛。睇咗好醒，好傻光，一道光，一道镜子。镜镜子 ，OK， 哇，相当厉害啊！除咗圆圆地嗰个讲错咗之外咧，其他都啱晒嘅。好，多谢评委。好啦，评委老师俾几多建分？我觉得佢声底好好啦，其他方面咧同阿甜亲你有得挥嘅，公平少少，1300分，1300底分 ，OK， 多谢。睇下你今晚嘅。
带咗啲咩朋友过嚟？俾大家介绍下我嘅亲友团，飞少加两位咧系我嘅同事，广东体育频道嘅深圳嘅主持人。好，新进嘅主持人。耶！系系，欢迎。Yeah. 好啦，答得快好世界吓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走鸡，走鸡，过。好夹，很急，错。咁巧，这么巧，很证明啊，很巧。啱，唔三唔四，不三不四。啱，一皮嘢，一万块。啱，湿湿碎，很轻松啊，小事情啊。啱，炖冬菇，炖冬菇，过。冇时间，没时间。我话呢度冇时间啊。四个，四百。我最难得系我讲一皮嘢，佢知道系一万元。哇，收咗几皮啦，出场费。走鸡咧就系、是、我哋广东话好地道、好典型一个嘅单词啊。就系、鸡都走，这个鸡都走掉了，就错过了。哦，米走鸡就系唔好错过，就千万不要放过，不要错过啊！另外一个咧，好夹，好夹有一个好特别嘅词嚟嘅，就是我跟你合得来，很合，这两个人很合得来，佢、哦、就用个夹夹。炖冬菇，炖冬菇我谂唔使教佢，佢唔会经历呢个阶段嘅。降职啊，俾人哋降职啊！点解唔叫炖其他嘢？点解要叫炖冬菇呢？即系你啲冬菇咁样，你一断咗上嗰度中间嗰度框咧，成个跌咗落嚟，咪好似个形态，好似个人炖咗落去咁样咯、哦，向下跌，咁啊即系人哋降息咁嘅意思。哦、但系咧，如果啲主持人留冬菇头都好牙烟噶、哦，咁就风水唔好系嘛？系啊，唔系，所以你个头唔好跌咯，一跌系啦。OK 啦，答对咗几个咧？唔该啊，炖冬菇。四百分加埋一千三，而家系一千七百分。好，谢谢嘉义，谢谢。继续努力。OK， 我哋马上请我哋第四位嘅参赛者登场。有请，请看 VC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谢慧伦，目前在星海音乐学院就读于大四。我是来自湖南邵阳的湖南妹子，来到广州已经五年了，但是呢，说粤语其实还是说的不太好。小的时候学粤语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家里有个亲戚，我的妹妹在香港，她不会说普通话，每一年都要跟她见面的时候，我说的话她都听不懂，这也促使了我接触粤语的开始。刚开始学习粤语的时候呢，时常会闹非常多的笑话，就比如说叫错同学的名字，哎，阿勇，喂，头先叫你 啊，你叫咗我咩？我头先叫你阿勇啊嘛，广东话系叫读阿荣啊。说了这么多，相信跟我一样学粤语的你，也闹过跟我一样不少的笑话吧。慧伦，你而家嘅职业是什么？广东省话剧院工作演员系啦。哇，省话喎，舞台剧嘅喎。但系好少有粤语话剧，你肯定系全部大部分九成九都系呢个普语噶啦。嗯，系嘛？系噶。好啦，马上试下呢个三角挑战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三二一，好，得啦。哇，食到啲乜嘢啊？唔知叫咩名字，可能佢好少生食啊。我哋广东话叫做马蹄，喺广东好多汤都会落马蹄噶。好，睇到乜嘢？睇到唔知咩？十指不掂阳春水，马蹄又唔知，汤学都唔识讲啊。汤学系啊，呢、這个叫做学哦，系啦。咁佢嗰个咧叫做系冬菇学。这个是不是叫光学？光学啊！光学，他当了你，他当了你的头发呢是光纤啊！好了，摸到是打蛋器，
如果你想學地道嘅廣州話咧，呢、這個唔叫打蛋，叫做發蛋。哦，發啊！發蛋。發呢、這個詞喺廣東話嘅應用入邊都幾多嘅，比如揸條藤條，你信唔信我發你啊？打你！哦，好啦，明白。老师俾几多分啦？阿 Low 咧个分数你俾，不过咧我讲下我感受先。佢开头出嚟唱歌，我就觉得佢一个广州人。系，我系乜理由啫？咁嘅发音，凭乜嘢嚟越讲越掂啊？咁啊，点不知佢一讲嘢嘅时候，我心谂靓妹冇扮嘢喎。你以为讲歪啲就可以参加比赛？我够得咯。但系佢真系歪得好紧要。但佢真系歪到，系咯，天边捉。佢直接听到我头都斜晒。唱歌容易啲嘅。系啦，个分数你觉得？我觉得啊，都系一个鼓励性嘅分数啦，千三啦，一千三都好合理啦。OK， 多谢晒。诶，今晚嚟咗边个帮手啊？最严嘅爸爸，哇欢迎！有最靓嘅妈妈，哇欢迎！最好嘅我嘅好朋友，朋友，哦，都系欢迎，欢迎！马上要接受下我哋呢个第一轮嘅挑战，准备三二一，开始！冤口冤面，苦口苦面，苦脸，当你啱，甩皮，掉皮。当你啱，执死鸡，捡死鸡，错，撒娇，撒娇，啱，话知你，怎么知道你？错啊，样衰，丑，啱，睇开，算啦，时间够，冤口冤面咧，有另外一个讲法叫揦埋块面，揦口揦面，其实咧就系、是。这个人啊，心情很坏，心情很不爽，可以说成是愁眉苦脸。愁眉苦脸，我系当你对嘅啫吓。第二个咧就甩皮，你系讲掉皮。掉皮，没有脱皮。脱皮啊！第三个咧就执死鸡，呢个系应该我唔识嘅。抓死鸡，捡到便宜啦！执死鸡，执死鸡，系啦，以前咧。啲戲院啲演唱會啊，開場前啊，嗰啲黃牛咧炒飛檔炒窿曬啦，咁啊原來$100嘅飛咧就賣$30，咁、我用$30就買一張$100嘅票，執死雞，執到咯，係啦。咁仲有一個詞你好應該識嘅，上我講過嗰個話知你啊，你直接翻譯過去就是話知你，話知你，對，話知你啊，哦，我才不管呢，哦，我才不管，我管你啊，我管你，哦，好了，給分嗎？400分加上之前1300分，1700分，謝謝，好，休息咗，多謝。好啦，四個朋友都上到舞台，你打個招呼啦，咁就睇下分數係幾多？好啊，田千里1500分。崔文慧是2200分，康一1700分，谢慧伦1700分，暂时是我们的文慧领先啊，加油啊，加油啦啊！稍后继续越讲越掂，睇越讲越掂，15、16拣边个？睇下规则，规则好，睇下规则。第二关15、16拣边个？选手答题前先压100至500分，答对题目可得所压分值。答错倒扣相应分数，每人有两次求助机会，包括求助现场亲友团、电话求助，每求助一次扣100分。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同我哋同步答题，你哋只需要算了，还是普通话，你们只需要按照屏幕下方的提示，就可以和我们的选手同步答题，每周送出一款最幸福的小米手机。啊！終於說出嚟啦嚇！哇！馬上進行第一位參賽就係我哋嘅田親李，唔係田千里，死啦就死啦！啊！死啦就死啦！收埋就收埋，我呀呀500蚊，500蚊。仔大就仔大，唔系噶，收埋就收埋。呢度通常仔大系仔世界噶，系啦。好，我哋睇睇阿千里咧，要睇拣啲咩题型，请睇大屏幕。3、2、1，听啊！典故题，注意，请看题。陆荣廷睇相，下一句咩咧 ？A 唔知讲啲乜 ？B 唔衰攞嚟衰 ？C 唔嚟好过嚟 ？D 唔知好过知，好难啊！都用
唔係，或者咁樣問佢，誒呢個田千里，如果這個陸榕亭睇相換成係田千里睇相，你覺得你配邊個啱啊？我大概知你意思了，我睇下，我覺得應該選 D， 但是我還是要請一下我的幫手。好，好啦，話俾我聽，答案係邊個？陸榕亭睇相唔需攞嚟衰，答案選 B。OK， 你點解咁確定呢？因為我睇過呢個典故。係咩典故啊？係嗰一個民國軍閥陸榕亭咧，就揾一個算命佬睇相。咁嗰個算命佬咧就知道呢個陸榕亭咧就其實好衰嘅。咁咧佢特登咧就講嗰啲唔係咁好嘅話。後來咧就有句俗語咧就歇後語咁講：陸榕亭睇相唔需攞嚟衰。哇！佢真係做過功課喎、啊。哇！背中如流啊！好，請你就坐。以上咗。他选的 B 嘛、嗯、，B B for boy， 第二个答案吓、嗯，请睇正确答案系乜嘢？唔衰，啱嘅。其实关于这个呢，也是有一段典故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 VCR。陆永廷身为两广总督，平时中意摆架子，名不凡。咩嚟噶？咁难食嘅？哇！啲茶咁难饮嘅，大力少少啦，冇食饭。喂，师爷，嗱，大家都系有阿妈生嘅，我就堂堂两广总督，你就一个小小嘅师爷仔，呢啲咪就系刁民所讲嘅命水啦。正所谓天生富贵难自弃啊！大人英明，大人英明。听讲最近出边啊嚟咗个算命佬，算得几准噶喎，你知唔知啊？回大人，大人所讲嘅。可能就是那个世外高人千百道千大师。而家百姓都流行这个叫做有问题问答道。不是嘛，一个街边摆档的神棍佬咋，有没有那么犀利啊？换个件衫试一下先。就是传说中连只猪乸几时酥得都算到出来的千百道大师吧。好话啦，正事在下，请问你有啲咩贵干咁呢？好简单啫，你算下我呢一世嘅命水点样？咦，我快少少啦。呢位阿生，算命呢啲嘢都系算出嚟嘅。如果一阵讲得有啲咩唔啱听嘅话，你唔可以介意喎。暗沉沉，快啲啦！你呢个人呢开头呢都有少少命水嘅，生活都总算衣食无忧咁啦。哎，有几准喎。继续继续。但係不出三日，你会俾啲上司炒鱿鱼，老婆走佬俾压晒，郎中算到你身怀绝症，得拥有嘅一切都将会失去，最后孤独无依，黑食街头。你黑食啊？你全家都黑食啊？你知唔知我边个啊？梗系知啦，两广总督陆永廷陆大人啊嘛。好话啦，知你仲敢讲？陆大人，我都系依书直说嘅啫。开头我已经同你讲咗啦，如果讲得唔好听，你唔好怪我噶嘛。你因住你，又似你。呢个陆永廷平时哈哈霸霸，自以为是，居然仲敢嚟到我嘅铺头揾我算命，我唔唱衰你又奇，自己来衰。之后就有咗歇后语，陆永廷睇相攞嚟衰，形容自讨没趣，将好好嘅事情搞衰晒。虽然都叫做搞掂咗，但佢请咗人帮手，喺五百分入边要减走一百分，只系得到四百分嘅啫。恭喜晒，到你啦，想压几多分啊？几大做几大，烧卖做烧卖，我压五百分。好，请睇下你揀咩题啊。三二一停啦喂。趣味题请看题。手板眼见功夫嘅意思系乜嘢呢？ A, 沉闷无聊的工作。B, 轻而易举嘅工作。C, 墨守成规嘅工作。D, 需要不断创新的工作。自己答得啦呢题。系咩？你觉得是哪个？我觉得好像我看这个字面意思，我就觉得好像应该是，好像这个 A B C D 里面都没有。那你觉得是什么？我以为是那种随便露两手就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我以为是这个意思，一直以来。我决定找后面。找谁？谁下来？都还共生。嚟啦嚟啦嚟啦。Thanks Dan。你拣咩？其实我觉得他自己已经讲了个答案。系咯，佢唔拣啫嘛。
你觉得哪一句跟你刚才说的东西好像是那个意思吗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再选一下吧，我还是不太信你。哎，你就没得收的了吗？出来要扣分的了，已经要减一百了，已经扣一百了。你先回去。天哪！好，再扣一百分。来第二个，我打电话求助可以吗？来打给谁？宋佳琪，我同事。哦，佳琪我得加 K 哥哥。K 哥，喂 ，K 哥啦 ，K 哥，喂，早晨，恭喜啦嘛！已经系早晨嘅，你喺边边啊？而家嗱，啱瞓醒啊，啱瞓醒系嘛？好嘢 ，K 哥，家阵阿文慧咧，现场又碰到一条题啊，请你帮帮手嘅。好啊。手板眼见功夫系咩意思呢？A 沉闷无聊 ，B 轻而易举 ，C 墨守成规 ，D 不断创新。啊，马老师，你而家做紧呢样嘢，咪手摆眼见功夫咯？喂，好辛苦啊，大佬。A 系错嘅，系 C 又系错嘅 ，C 系错嘅 ，C 系错嘅，所以 C 系啱嘅，轻而易举嘅功夫。好，轻而易举嘅工作就叫做手摆眼见啦。系啦，唔该晒嘉琪哥，多谢嘉琪、啊。就咁咋，冇奖品嘅咩？你想点啊？你讲紧乜嘢啊？冇奖品嘅咩？哎呀，系咁啊！确定一下答案的正确答案是选 B， 选 B 是不是正确的？请看，哇，啱晒，但是求助两次，五减二等于三百分。以前咧，我哋就咁样讲啊，喂，手板眼见功夫啊，有一个我觉得有少少贬义嘅。就会讲嗰件事啦，唉，简单到不得了啦，即系随手可以做到啦。而家咧社会进步咗啦，手板眼见功夫咧就系、是、除咗喺你手上面可以有一个机会之外，都要经过自己嘅努力啊，都要你要大家嘅配合啊，先至可以达到嗰件事成功嘅。咁呢件事我觉得系由进步咗去另外一个层面啦。正所谓系勿以善小而不为啊，吓、啊，即系都要认真做嘅、嗯，恭喜晒先。不为。接落嚟到阿康毅哥哥。康毅哥哥。几大就几大，烧米就烧米，我压五百分。叮当吗？什么话到他嘴里都特别文艺啊。很美啊，感觉。我想他可能吵架都很美。来看看你挑的题目是，三二一。影视题，请看 VCR。喺头先呢条片一开场啊，星爷一出嚟就讲句说话嘅，做嫁娘。咁做嫁娘系咩意思呢 ？A 多管闲事 ，B 无理取闹 ，C 不识抬举 ，D 自欺欺人。好，自己答定系揾朋友帮手？帮手。帮手边个？系啊，飞少。挥哨都有一些些不太确定，应该是多管闲事吧。喂，他一开场阿星爷出嚟，好像那个感觉应该是话呢班人在无理取闹。吓，咁样咁啊？系咪想无理取闹先？吓，是不是个都不识抬举啊？吓，冇自唱 K， 自欺欺人啊？你好似系唱卡拉 OK 喎。友仔多管闲事，个个都得，个个都啱。我话好有戏啊！你觉得系 A？ 系嗱咁样，唔该晒，辉少请就位先吓，埋位。好多谢康毅，就系选 A， 多管闲事系 OK 啦嘛。好，揭晓答案，正确答案是 A， 多管闲事加四百分，恭喜晒，几大就几大，收埋就收埋。给打走给打收买走五百分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歌曲题，听歌仔了吧。冯波，系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八岁。你八岁？系啊。你今日头八岁？你唔信？唔信？唔信我唱俾你听啊。好啊。年就八岁，多欢醉，见到狗仔起势追。爷爷话我吹轻的几句，买包花生啊，薄薄脆。跳下飞机，街边玩下水。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，有酒应该今朝醉。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，有酒应该今朝醉。康天佑，你由几多岁先？我十八岁，系咪啊？系。行年十八岁，懒风水，有名高级到自居，尤其系派对一扑到去，见到乌鸦都青佢。
咪咁谦虚，几大冲有水，连谁问下佢几多岁，有酒应该咁照醉，连谁问下佢几多岁，有酒应该咁照醉。年廿八岁，金翡翠，鬓景异香拖靓女，同埋赵阿翠双双对，结果足之水阻佢。以为岁晚千堆，点知啜声跟咗老去，无谓问过去，盏心碎，有酒应该今朝醉。无谓问过去，盏心碎，有酒应该今朝醉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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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有酒应该今朝醉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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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有酒应该今朝醉。噔噔，多谢多谢天庥同埋凤博，请睇题。岁晚先对咩意思咧？吓 ，A 我有别人没有 ，B 别人有我也有 ，C 人有我没有 ，D 人没有我也没有。我求助，求助边个？呢个朋友啦，佢朋友讲我唔识噶。嗱咁样，佢亲友团都冇把握嘅话咧，我哋现场揾个观众，边个想帮佢嘅？唔该举举手。咁系。嚟嚟嚟嚟，嚟落嚟。对晚千堆系咩意思？你拣？我拣系 B。B 人，别人有我也有，我也有。点解咧？我也有咩拣？我哋一般都人讲都系年晚千堆，人有我有。哦，呢度写别人有我也有，即系意思一样。好，唔该晒，请坐啊，多谢，请埋位，多谢，多谢。请问慧伦用唔用呢个答案？信唔用？用。即是 B， 别人有我啊，我也有，肯定确定啦嘛？请睇正确答案。好，请看，别人有我也有。OK， 那么因为是求助减一百分，所以说慧伦现在要加上四百分，谢谢。呢句歌词好简单嘅啫，佢入边讲嘅就系话咧，揾咗个女朋友，以为系年晚煎堆，人有我有啦，以为系可以实系可以结婚噶啦，点知啄一声就跟咗第二个走咗佬啦，走佬啦，系私奔啦，又唔使讲得咁深嘅，我哋净系讲嗰啲表面嗰啲嘢噶咋，系啦，好，恭喜晒，睇睇一轮之后佢哋嘅成绩如何。田千里1900分，崔文慧2500分，康毅2100分，谢慧伦2100分，最高分崔文慧2500分，有第一次的挑奖品的机会。你拣乜嘢 number？ 六。六号，请睇奖品。大益茶高山云象礼盒，价值1180元，恭喜晒。唔错嘅，多谢。第一轮嘅攞奖品之后，我又要睇睇剧啦。第三关，手花友手慢舞。现场吹剧表演中会出现若干问题，四位选手抢答，答对一题得300分，答错倒扣100分。包租婆，点解霎时间冇水嘅咧？水水水，水唔使钱啊？唔俾我放，边有水嚟使啊？阿靓女啊，我呢啲做大生意嘅人，你惊我唔还俾你咩？我同你讲，我搵到工即刻还俾你。哼，听你吹水啊！你正式白面哥嚟嘅，等你揾嘢就揾咗成年啦，揾唔到。卡，头先包租婆话白鼻哥，咁系咩意思咧？请抢答。崔文慧，是小白脸的意思吗？哎呀，扣一百分，扣一百分。OK， 其他嘅可以抢补答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千里，穷鬼。啊，穷鬼，穷鬼，没钱的人，哦，穷鬼，系啊，讲广州话，穷鬼，穷鬼，系鬼，鬼，嗰个嘴擘大，鬼，鬼，系啦，啱啦，哦，穷鬼，真正白鼻哥唔系指穷鬼，减一百分，等间先解释白鼻哥系咩意思啊，请继续 ，A 仔啊，你做乜鬼嘢唔交租啊，吓？阿包租公啊，我已经交咗半个月租俾佢噶啦，咁我未揾到工啊嘛，唔通我去抢劫银行咩？咁又系，我唔理你啊，交好奖我，帮我交晒啲租先啦。如果唔系啊，坑渠水就等你死啊！喂喂喂，咁你又唔好咁，人哋 A 仔都
话晒住埋同一等楼，饮埋同一井水，都叫街坊一场啊！你又冇理由讲到人哋咁绝，咪咯？醒目嚟啊！你真系啊！你睇下佢啊，唔嗲唔吊咁嘅样啊，搵到嘢做嘅咩吓？我呢度唔系善堂啊，唔俾人百食百住噶。哎呀 ！cut 唔嗲唔吊乜嘢意思咧？三二一，抢答！抗议。好。吊儿郎当系啱嘅。恭喜加300分。请继续。哎呀，你都唔讲道理嘅，我费鬼事同你讲啊，你嘥气啊！哎呀呀！你系再扮乜嚟啊？手指咬出唔咬入啦，系嘛吓？打喺度。哎呀，你两个又嘈乜鬼嘢？隔篱街都听到你哋嘈喧巴闭啦。做乜嘢啊？因为乜嘢又贴错门神噶嘛？卡贴错门神系咩意思呢？请抢答。好，抗议。门神就是过年用的，贴在那个墙上的，贴错贴错的话就是冤家路窄，就碰不小心碰到了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是不是？大意都是这样，硬知就是斗晒气咁啦，是啱的。恭喜康义再加了300分，请继续。小芳，你嚟就啱啦，你过嚟先啦。你睇人哋啊 ，A 仔已经咁惨啦，同埋人哋已经交咗一半嘅租啊嘛，人哋又应承下个月咁搵到嘢做，咪交埋嗰一半租咯。我觉得做人最紧要讲人情味，啲咁嘅人唔讲道理嘅，街坊一场啊，A 仔。我包租婆，系啊，咁你咪听下包租公讲咯。嗱，大家住埋同一等楼，咪一人退一步，和气生财啦嘛。小芳，我包租婆咧就最均真噶啦，佢俾一半租，咪俾一半水度用咯。嗱嗱，睇到啦，全家变粮噶啦。系啊，你正一日死鸡撑饭盖啊！卡，乜嘢叫做死鸡撑饭盖咧？请抢答。崔文慧，强词夺理。又好似勉勉强强啊，俾你啊，啱。加上300分，崔文慧。请继续。哎呀，包租婆，你起码俾我冲埋呢半粮啊，我啲假都未冲晒。又唔系唔得噶，澳洲迟啲俾都得，不过咧要计5分利。5分利？你摆明敲脚骨啫，我断根秤都还到俾你啦。卡。打脚骨即系咩意思呢？请抢答。好，谢慧伦，就是敲诈，敲诈的意思。敲诈的意思是吧？啱唔啱？系啱嘅。恭喜加300分。请继续。喂 ，A 仔 啊，其实你屋企咁有钱咧，使鬼喺度受气咧？咪住咪住，你头先讲咩？话佢屋企好有钱？哎呀，小芳，唔好咁大声讲，唔想俾人知 ，OK？ 睇唔出啊，冲到一半凉都几青靓白净啊！喂喂喂喂喂，你唔系啊嘛？几廿岁人一听到人哋话有几个钱，就喺度对人哋起晒痰啊！吓，请问乜嘢叫做起痰呢？请抢答。请抢答。好，抗议。应该是包租婆对他有那个意思。什么意思？心里面对他有好感。好感。喜欢他。喜欢他。当你啱啦，系啱嘅，请继续。恭喜康义加300分。A 仔，家大业大系咪啊？咁就唔好便宜你啦。咁除咗房租之外咧，仲帮你计埋啦，水费、电费、物业管理费、排污费、保护费、绿化费。你无啦啦收我咁多费。我叫你唔好再嚟讲噶啦，小芳。我都唔知道会咁噶嘛。多谢咁多位，谢谢。谢谢你。謝謝以前咧粤剧咧就有啲丑角嘅，咁啊丑角咧咁啊化妆嘅时候个鼻哥系白色嘅，咁啊后屘咧个意识形态咧就好多时咧就摆喺啲戏剧里面咧，就会系呢一种嘅角色咧，专门就系陪公子咧去读书，咁啊上京赴考。咁但系咧好多时咧嗰位公子咧考唔到啦，咁呢位白鼻哥咧就会喺侧边个话：，今次唔得，下次再嚟啦，咁样。咁啊，即系个意思咧就话呢个白鼻哥嘅人咧冇实质嘅嘢，但系就成系冇乜本事，就成日自己吹嘘嘅一种人啦。多谢，好啦，继续落嚟你睇下而家嘅分数情况系点？田千里1800分，崔文慧2700分。康义3000分，谢慧伦2400分，恭喜康义哥可以来到第二轮的颁奖品的机会，2号选美号。
几号？我选五号。哇，雌激生的微针护肤礼盒价值5300元啊！咁就事不宜迟噶啦噃，马上嚟到我哋最过瘾嘅第四个环节，全心全意。第四关全心全意，四位选手分为两组，分别与两位考官完成传话。考官一描述某样物品，两位选手依次用粤语转述俾考官二。考官二如果可以正确猜出物品，两位选手就可各得500分。睇下今次全乜嘢先，请上道具。我唔难到啊，吓睇先。不错。系。啊，你啊，系你啊，惨啦，系三点，记住啊！第一，最怕人哋话佢软奶奶；第二样嘢，最怕人哋话佢骨累脆；第三样嘢，最怕话佢粗碌。哎呀！听住啊，讲三点，第一点系最怕人哋讲软泥泥，第二点最怕人哋讲鬼柴柴，第三点我都唔知第三点。你都唔知道了，得啦，就呢两点啦，就呢两点。哇，佢嗰句好嘢啊，两点，两点啊。第一，最怕人哋讲搵奶咯，搵奶咯。第一点就系最怕人哋讲搵奶奶系嘛？祝你好运哦。第二点，最怕人哋讲系咩意思啊？你做出嚟啊！冇动过，你讲完未啊？你讲完啦？完啦！啊，第一点啊，好啊，祝你好运啦！佢就叫我搵奶奶啫，我知道我未嫁。罪魁祸首喺呢度，我叫阿甜亲你出嚟讲，嚟三点，系我要三点，系啊，最怕人哋讲软奶奶。哦，软奶奶，唔系软奶奶。哦，最怕人哋讲软奶奶。第二，最怕人哋讲鬼柴柴。鬼柴柴，你讲粗口喎，哥哥。第三点啦。第三点，最怕人哋讲我唔知啦。唔系，你唔知系你嘅内心独白定系嗰样嘢？佢已经唔记得啦。我哋就叫阿捞将佢个版本拎翻出嚟，俾佢估一次啦。佢铺铺嗰种难法系真不能以常理嚟判断。估我第一样嘢，佢最怕人哋话佢软奶奶。嗯，啱。第二点，最怕人哋话佢骨累脆。骨累脆就咪骨咩咩鬼柴柴？佢话鬼柴柴系啊，骨累脆。第三点，最怕人哋话佢粗碌。老哥，你可唔可以讲翻啲人话咧？你做咩啊？你做咩啊？你听到就咁样嘅你啊？主要他还在上一期的阴影里，又系啲小喇叭啊，又系啲鸡啊，所以他还在呢个阴影里。上一期出咗相，冇理由今期出你张相噶。哎，咁我就估林晓峰啦。哇！最怕人哋讲软奶奶，系咯？最怕人哋讲骨累脆，系咯？最怕人哋讲粗碌，系咯？我怕咩啊？啱晒！我哋做男人嘅最怕一样嘢就系人哋话我哋短，系即系条命啊，条命啊，好怕噶！好啦，嚟啦，请上。咁呢样嘢同佢有咩关系？系咪就系佢咧？都好大关系噶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吓牙签凌晓峰。喂，咁系啊嘛？你谂下，如果我系一支牙签。几怕人哋话佢软奶奶啊，梗系希望佢硬硬地噶啦。如果人哋攞住支牙签掘雷锤唔尖嘅，点撩啊？系咪啊？如果你揸住支牙签，如果人哋话哇你支牙签咁粗碌嘅，我点撩牙系咪先？啱晒喎，系咪先？系咪先？本席宣布，由于胡向真将林晓峰以为系牙签。
所以就搞唔掂啦。咁就佢哋呢度呢组系失败嘅，对唔住。500分加不了。又会上咩道具呢？请睇。你的感受我一定人性化很多，他的样子就是圆淡淡的，圆淡淡啊，那我看下去呢就白蒙蒙的，好像块面一样，白雪雪是吧，白蒙蒙的，那又入边呢就红滚滚的，闻起身呢都香喷喷的，得了，会晕的了，他已经四点啊，好，第一圆淡圆淡淡的，第二白雪雪，第三红淡淡，第四唔记得，好啦，多谢你，多谢。第一圆淡淡，圆淡淡，第二白雪雪。白雪雪咪你，而家我睇见你都系圆淡淡白雪雪喎，系咯，系咯。第三，红淡淡，红淡淡，系啊，红淡淡，红淡淡。第四，佢唔记得咗，佢唔记得咗，系啊，系啦。不过唔系，第四嗰个系，我都唔知咩。佢都唔知道、哦，其實粵語入邊紅通常唔會同個氹氹楞埋一齊嘅，紅當當啊，紅卜卜啊，紅卜卜咯，或者紅滾滾都有嘅，冇邊度有紅滾滾啊撞車㗎啦。其實個漏有一個第四點係冇傳過去，第四點我幫你補一補啦，費事再難為佢兩個，估唔掂㗎，香噴噴，圓氹氹，白雪雪，紅氹氹。香噴噴，四三二一，香口猪，香口猪，系咪圆氹氹咯？香口猪，白雪雪，有时你嚼嚼下，嚼到牙血都流埋，跟住你嚼完咧，牙血都流埋啦。咁啊，但系你嚼完嗰啲香口猪之后，嗰个口香噴噴喎。哦，都有啲似，系嘛？系嘛？好，祝你好运啦，咁就系咪啦？呢一个啱先阿 Low 嘅解释，都可以形容一句说话，就系死鸡撑饭盖。五啊，四啊，三啊，二啊，一啦。稍后继续越讲越掂，续收睇越讲越掂。五啊，四啊，三啊，二啊，一啦，请睇。啊？包，唔系，俾住先，要解释一下嘅。就是啱先佢哋呢全部冇讲，佢哋全部冇讲，望落去係圆淡淡嘅，然后个颜色係白雪雪嘅，入边係红滚滚嘅，闻起身嚟香噴噴，佢哋淨係将四个形容词传咗过去啫。哦，本席宣判同样係估唔到嘅，失败。失败冇分噶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现在的排名。田千里1800分。崔文慧2700分，康毅3000分，谢慧伦2400分。好，余思康毅有60秒啦，崔文慧有50秒啦，如此类推，最后一位得30秒时间嘅啫，好好把握60秒的时间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波！小心啊，慢啲啊，慢啲啊！哇！别急 ，OK， 慢点，小心。文慧已经把鞋给脱了啊！出发！50秒的时间。哇，哎，小心！哎，怎么？我知道。开吧。爸。慢啲啊，小心啊，唔使唔惊。看来你还可以有第二轮，康也可以第二轮。三、二、一，出发！喂，慢啲啊，慢啲啊！走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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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康也加油，多拿点，拿茶叶喝喝汤。对，哎呦，司机。哇哦，还有时间。不够时间了，不够时间了。五、四、三，来不及。二、一，哇！哇，康毅厉害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拿了2轮。有自己的化妆品，还有何鹤昌的茶叶以及大益的茶叶，血意口服液，同埋好多嘅珍妮丝洗发水，相当厉害。犀利啊！好，跟住接
边观众朋友们呢，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，可以添加珠江频道的官方微信号，或者是新浪官方微博，下载百灵闪拍 APP 参与同步答题，向栏目组出题赢大奖。更多视频互动，请关注如下合作媒体。再次多谢我哋今日四位嘅参赛者，多谢晒你哋，谢谢，多谢两位嘅嘉宾，玩得开唔开心啊？好开心，多谢林晓波，谢谢大家，星期六晚。逢星期六晚记得留意我哋嘅珠江频道，越讲越掂，多谢捧场，拜拜。